系咧，近排咁少见你落嚟食嘢嘅。你讲咩啊？你冇落嚟咋？你男朋友仲成日嚟帮衬嘅。点啊？我有讲啦，都想我个 friend 睇到噶啦。咁我都知道阵时啲嘢真系好难接受。你究竟玩到几时啊，宝？我边有玩啫？你而家女朋友出去偷食，落唔到台揾我出嚟啊？喂，嗰个系佢阿哥嚟噶，系佢美国翻嚟个哥哥嚟噶，你搞错咗啦！阿哥，边有两兄妹咁亲密噶？锡埋都仲得啦。OK， 咁其他相咧？嗰个系我嚟噶。你唔信我俾你睇啊！是我叫他 crop 了我的头先摆上网的。阿宝，我对你很失望啊，又是你说喜欢我，连我的下巴是怎样你都不认得的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，你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行不行啊？那难道我想跟你一起没有意义吗？你这样我会很憎你的。你憎我不如我憎你先吧。逼我的，你可记住啊。温康的下巴真的很难认。你咁样我会好憎你噶。你要憎我，不如我憎你先。点啊？又系佢啊？